内活力，消化力，吸收力。本节目由赞成自然原生力的美素佳儿圆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豪氏面包赞助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二周三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尊享超前彩蛋，爱你永不便利店等超多精彩内容。经过公司决定，戚薇晋升为总监职位。哦，档案室总监级别还用不上去。一凡，把内部资料我们拿下来。我姐，莫依莱计划利用数据与算法精准预判人们的自杀倾向。所以莫依莱并不是某种药物，是一个大数据捕捉系统。嗯，全对。我们发现巨干净自杀之前见过两个访客，其中一个是邵炼杰，另外一个人把照片发给你们。啊，莹莹，那我们开始吧。啊，怎么了？李总，那这条人命你在乎吗？啊，莫宝，莫宝，谁都不许报警，莫宝是我的孩子。啊，为什么要绑 B 总的孩子？莫宝，游戏才刚刚开始，一定会越来越好玩。喷泉是那个吗？让戚薇、张雨绮、李一桐、刘雪琴、田曦薇、张一凡带着我想要的东西到门前大桥的尽头来，在厢车里面。这有个密码锁。这密码四位数，19956701。0701啊，我是0995。哎呦，啊！真的是康乐，救命！啊，我妈妈出去！啊，这样，小心点啊！小心啊！没有人。是个办公室是吗？小心啊。好，谢谢。啊，这怎么谢谢。来，谢小心。这里有一个电脑，我看看有没有密码。哎，来了。什么？好，可以设了侦探了。你们好。你好。很遗憾，用这种方式和你们见面。你是谁？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追求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真相。现在按我说的做。第一步，把车厢门关上。我天哪。没事，别害怕。行，你说啥就是啥。所以这有监控，他们可以看到我们。哎呦，开灯了，亮灯了。啊，开灯了。第二步呢？谁呀？谁？康乐。谁呀？第二步。10年前，有一个3岁的小女孩遭遇了落水的意外。女童河边离奇失踪案，昨日有一名女童在河边独自嬉戏，再次路过时，现场只有其书包遗落在岸边，水中漂浮着一个卡通恐龙游泳圈，疑似失足跌入河中。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警察在河边看到的一切。10分钟之内。找出小女孩死亡的真相，否则就别想再见到莫宝了。死亡？小女孩死亡了？10分钟之内。现在开始倒计时了，朋友们。这个水口一言不合，事发地，这是那个小孩丢的地方。这个转账单，果果公司给聚干净的。然后这里有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看到的女童河边失踪。
一言不合河流水情，9月7号下雨了。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当年警察在河边看到的一切。啊，箱子里面有那个的书包，小孩的书包。这有个游泳圈，你看一眼书包里有什么东西。这个不是孟红阿姨房间那个照片吗？这个是姥姥，这个是姥姥。这是谁啊？这巨干净啊。但是在这个照片上，巨阿姨脸上打了叉叉。看看还有什么？小孩的衣服，就是落水了，湿的。有吗？没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对。一言不合，证物发现在事发地，在这儿公园滩。然后水口的水位是171米嘛。这个，对，这块是171.2，171.2。171.2。流速是，我觉得这首先这些东西全是从这儿流到那儿的，所有的证物。嗯，你乘一下，从这里流到这里要多久？咱不知道这个距离，它流速是从这儿流到这儿吗？这个距离我们不知道啊。好，我们看，再看一下这个报纸，这个报纸上面，距离女童失踪已过去24小时，搜救工作仍然继续进行中。在距离现场2公里的下游地，2公里，这里是2公里。对 ，OK， 2000除以0.27，2000除以0.27，7407睡60，除以60，123分钟。2小时03分钟，都是漂浮2小时。在行李箱。水中漂浮着一个卡通恐龙游泳圈。这个游泳圈，游泳圈，我觉得是跟游泳圈有关系。这个游泳圈上面有一个滑口，你看滑口绝对是放气的，是，我觉得是放气的。有没有可能小孩就是没了，就是失去了，就是让他去下河玩，然后把游泳圈扎破了，就是最干净带着小女孩去公园玩，让他下河去游泳，扎破，小女孩就没了。哎，这个衣服上它这个蓝色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没有这个，是棉的一个什么东西吗？仔细找一下那个衣服吧，看一下衣服里面还有什么东西。衣服口袋里面有看过吗？衣服口袋里就有一颗糖，就一个糖，有糖，有糖有什么关系吗？这糖还没化呢，衣服还是湿的呢，衣服还湿的呢，糖在哪儿啊 ？Thank you， 一个白蓝相间的糖，包起来的，对，就是这块糖吗？可能是糖，在哪儿啊？这不有块糖吗？哇，这是糖，嗯。这些东西全是从这儿流到那儿的，所有的证物。从这里流到这里要多久？2小时03分钟。所以说这个糖如果是漂了2个小时的话，不可能不化。对，要不然就是化了，要不然包装就不完整了，它不可能这么完完整整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现场所有还原的东西，所以这块糖其实是完好无损的。所以这个衣服和糖是之后他们丢在岸上的？对，是刚刚丢在那里的，是伪造的。所以女孩就没死。是的，女孩没有死，就伪造了女孩离奇失踪的一个状态。她是怎么消失的呢？
去干净又收到了这一笔钱。10年前我生了一次重病，当时妈妈到处借钱，求了好多人都没有凑齐。终于有一天，她急匆匆地带着钱交给了医院，把我从鬼门关拉了回来。是不是鞠干净藏了？有没有可能鞠阿姨把这个孩子藏起来了？对，就她收了钱，对，但是你下不了手，对，然后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象，伪造，有可能让对方觉得她已经把小孩。因为他已经害死妈妈了，他实在觉得下不来这个手。对，我妈妈从来没有骗过我，我知道的，她肯定没有做坏事的。发现她的床底下呢，有一行刻字：“对不起，对不起，家。”所以家是什么？她会不会有什么东西没写完？对不起，什么？老戴，戴，戴。十字，对不起，戴明。哦，我没写完。对不起，戴明。对不起，戴明，这个事情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他把孩子杀害了，他对不起他；另外一种是他仍然是对不起戴明，但他把孩子保护起来了。有这两种可能性。为什么要？现在，时间到，快告诉我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鞠阿姨受到国有公司的指使，要把戴明的孩子给弄死。然后她在9月7号中午12点的时候收到20万元。她的作案手法是下午5点的时候，鞠阿姨把小女孩带到公园看游泳，但是她把那个游泳圈给扎破了。当然这一切都只是给国有公司营造的假象，但其实他是把小女孩救了，就藏起来了。然后他又到下游的地方把小女孩的衣物拎过去，就是制造了一个他女孩已经溺水死掉的一个假象，但是他把女孩保护起来了。这是我们的猜想。我根本没有见到小女孩。我根本没有，他没有见到小女孩。我，你是谁？小女孩明明就是死了。她没死。你没有见到她，你怎么知道她死了？你对生活有希望，咱们要有希望。如果确认一个人死亡，你就一定要有证据证明她死亡。是的，不然我们不轻易断定一个人死亡。对，鞠干净不可能救，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鞠阿姨她本质上就是为了救自己的女儿，她不是说故意一开始就是坏的。不是，你说他会救自己的女儿，那他也是一个妈妈，会害别人的女儿吗？他可能也是被坏人蒙蔽了。如果他没死，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我们帮你找。我们马上找，给我们点时间行吗？你要相信，既然我们没有找到他的尸体，他就是活着的。对，未必是真的死了。我想知道这个声音会不会是戴明啊？戴明，是你吗？睁开！现在，第三步，把毕总给你们的东西上传到微博。我拜托你们，一定把他救回来。好，我在公司等你们。好，你放心吧，走，我们现在就走。把默默带回来，我是随时联系我啊。行。公司的微博账号已经为你们登录好了。好。上班之后，车门会自动打开。好，感觉是真相了。是一段视频吗？一女子葬身火海。你以为一场火就能毁灭一切证据？隐瞒一手都是鲜血。这位是咱们公司的副总裁，叫做毕总。空的。啊，空的。什么是空的？那个文件夹是空的。什么？怎么可能是空的？那个毕总，他总给我们吃空的。毕总不交出我要的东西，
这帮两个孩子准备后事了。大可医生拿错了，他拿错了，我们再找他要药。因为他情急之下，对你稍等我们一下。对对对，他在干事情什么？哇，怎么办啊？今天先打个电话。那是会莹莹拿错吗？看刘莹莹拿的。久等了。你等我，我给毕总打电话啊。莹莹，你之前跟着过去的时候有什么？毕总，哎，你们找到墨宝了吗？没有，你给我们的那个东西是空的，人家不干。哇，绑匪是谁我都不知道，我根本不知道他要的是什么东西，所以只能用一个假卡去骗他。你有病吧？那你做了什么亏心事？赶紧说，你儿子都要死了。我这么做只是想办法拖延一点时间。那墨宝上哪儿找去？你等这破玩了，你们现在和绑匪联系？你赶紧把东西全部交出来！联系上，你现在再想想，你这辈子干了。你跟他们说要多少钱我都给，好不好？只要能把孩子还给我。我觉得现在是这样，毕总，现在时间很紧急，现在是关乎于你儿子的命，所以你想一想，你之前做过什么样的措施？我觉得你现在说还来得及，好吗？我能做什么措施？我这如果你经商都是与人为善。不知得罪什么。那行，你不说你儿子就闯荡了。如果现在还不认的话，那你就等着失去你儿子吧，那就只能是这样的结果了。你们要相信我，我是父亲，孩子是我亲生的，我怎么可能这样呢？我求求你们，我求求你把墨宝带回来好不好？要多少钱我都给。这不是钱的问题，什么钱都能解决所有的事情吗？他挂了。戴明，康乐，他是谁呀？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自己的孩子。总之，你手上的是孩子，你不要冲动。是的，什么事情都好商量，我们也可以帮你。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做的，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需要我们为你做什么？你不要轻易伤害孩子。对，他是无辜的，小孩是无辜的。你在听吗？你说你的需求，我们尽力帮你办到。或者你要问毕总要什么，你直接告诉我们，我们去找。你在吗？有人吗？哎，有人吗？有。我是那个美了吗外卖，我这儿有一个东西，我给你们放门口了啊！你快帮我们打开呀，别放门口了。把门给我们打开。开门呐！啊！不是，这被锁了呀，有两个锁呀。1995-0701，对吗？你试试。1995-0701，不对啊！啊？什么？啊，你等一下，你看那外卖里有啥呀？外卖啊，就是一把伞呀。什么？上面写了什么？我看一看啊，这上面备注啊，时间要紧，然后收货人是6个人。然后地址就是这儿啊，时间要紧。对啊。什么颜色的伞啊？哦，白色的。谁寄给我们的？谁寄给你们的？这个没说啊。2013年9月8号报道，昨日有一名女童疑似失足跌入河中。你试一下2013-0907。2013-0907是吧？不对啊！啊！您有新的外卖订单，请注意
查收，您的美乐曼外卖订单即将超时，请及时处理。哎，我又有新订单了，我还有一单快超时了，你们可不可以快一点？他走了，没人帮我开密码了。你稍等我们一下，大哥，你是最帅的，你是最帅的，你是最帅的。好，行，我等你们一会儿，哎，有时钟，这还有一个这个表。时间要紧，他意思就是时间很要紧，肯定得跟这有关系吧。11:05，我没有任何思路。1234566，六个点儿是吧？嗯，那就是填空着的六个点儿呗。对。你看这一排，它7:50，这有个19:50，这有一个4:10，这有个16:10，它就一个上午，一个下午。它所有都是这几个数。是不是先把它这一排先找出来个规律呢？有没有可能？我们先弄出来吧，好吧，我们看看有没有啥思路。11:05，23:05，4:10，11:05，12:00，7:50，这他妈有啥规律？我们现在第一排已经在表盘里面呈现出来了。但是我们是这样吗？还是这样？是竖推还是横推呢？8位数字，6个表盘，总共有6列。现在这块表和最后一块表，第六块是齐的。嗯，我们把第6列的时间走完试试看。7:50，现在是7:50。7:50，然后4:10。4:10。10分。然后归到0点。他轴对称过来。对，对称过来。以第三个时间为轴，左右镜像。对。那这个呢？这个是以怎么以第三个时间为轴左右镜像？这个吗？第二列，第一个是23:05，现在的时间；第二个是0点，是这样的；第三个还是12点。让我来看一下。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它是数字。不是，我觉得跟数字应该不没有关系，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图案？有没有可能跟这个图案？勾。对啊，这不是勾吗？勾，第一个是勾，第二个勾数数，对，勾数数，第三个小于号大于 号，然后空白，空白，第四个勾，啊，第五个是数，数和勾和勾和勾，然后第六个是大于号，大于号，小于号和数。我看一下。这啥玩意儿？这玩意儿你能想起来啥吗？第二列有三个数字，如果把第二列的数字排列起来看看呢？那个图形排列起来看看呢？勾数数呀。哦，七。VII 是罗马数字。七。哦。
哦。第一个是高，那就是五。第二个 ，VII 七。第三个，小于号大于号 ，X。哦 ，X 啊，是十。十的话就是一零呀。第四个五，然后第五个，这组合起来是，这四。第六个是一一。五七一零，五七一零，五四一一，试一下呗。大哥还在吗？大哥，大哥，您辛苦了，您帮我们试一下。多少？五七一零，五四一一。五七一零。五四一一。哎，哎，都开了啊！牛！啊，终于对了！谢谢你啊，大哥！谢谢大哥，辛苦了，你帮我们打开一下。等会儿，等会儿，给你们开开。哎呦！谢谢啊，谢谢。不好意思啊。啊！辛苦了，您果然是最帅的，谢谢你。你们怎么在这种地方？拿东西啊！我要送下一单，记得给个好评。好嘞，好嘞，给好评，谢谢。谢谢啊。排到我们抓紧时间看一下这个啥，没什么，啥也没有。我们快走吧。慢点，这个很容易脆。走，抓紧，快走，快走，快快小心。这边。跑到桥下。要去哪儿啊？我们现在是不是得去找 B 总啊？找 B 总？他给了我们个假东西。孩子呢？墨宝呢？对呀、啊，咱得找到墨宝，还是要找墨宝。墨宝是要跟我们玩游戏，不是吗？捉迷藏吗？我们没有找到他，一定要给我们留下什么线索的。什么玩意儿了？来信了，来个视频，在那个淡黄的长裙里。墨宝啊！是什么呀？哦，他在河边啊，在河边。李总，如果舍不得要出罪证，那就舍掉孩子吧。说说吧，当年比格新人秀的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还有那个弱小的小女孩到底是怎么死的？她只有三岁啊，三岁还什么都不懂啊，你这个人渣，你真的是一点怜悯之心都没有啊！你为了斩草除根，你连一个孩子都不放过。我已经没有耐心，我给你三十分钟，三十分钟，如果你去自首，孩子能活；否则，我就让他在河里飞走。在哪儿？我们先看一下视频，看一下。我看不到，我不在蛋黄的场景里。红蓝光，那它背对着红蓝色蓝色的光的话，这里没有红蓝光哎，那只有红色，但没有蓝色呀。蓝色是公司那边的光吗？不是，你看一眼啊，有一个柱子，然后后面有红蓝光，柱子红蓝光。但这两边没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柱子。地图来看，地图看一眼，这儿，在我这儿。
红蓝光，有一个柱子。我们现在是在这个桥上，对吧？肯定不在我们这个桥的四周围，可能我们的视角有问题。肯定不在河这一岸，这一岸咱都目之所及，它没有。我们再看一下视频。这是杆，一根杆，有水有杆，有灯光，在水边对吧？它肯定在水边。对，有水有杆有灯光。哎，那个会不会旗杆啊？这里有个三班岛那个广场，它也是在水边。旗杆不会在水边吧？哦，这个码头这里是不是有根杆？这个杆。这个干什么？哎，反了个路牌。等一下，反射有一个路牌。哪里？这个，这儿。地图上有这样的形状吗？什么样的形状？就是这儿，这个地方有一个影子，一个路牌的影子。路牌折影，折影这样的那个。这是旗杆。码头那儿。路牌的影子，路牌，难道是这个公园吗？乐乐不中了乐园，这里有两根杆，一个，这个倒是挺像的，一个，但这没水的，对，没水。路牌不会是我们那个公交站路牌吧？公交站那没水，不会，后面那不是那个泥巴草。它肯定在水的沿岸，只需要在水的沿岸找就可以了。哎，你们看这个的上面，这里个阴影是什么？就是你看到这个上面，这里对，不知道是什么，有一个大牌子感觉。对，是大牌牌，是大牌牌。但它是镂空的，上面牌牌上面。这个影子是什么形状呢？这是什么呢？什么是镂空？我想想，一个路牌上面只有这个镂空。是这个东西吗？这个像毛一样的东西吗？嗯，对，这是毛，像毛，就是这，就是这。走走吧，就是这，赶紧去这儿吧。走走走，小田受不了了，你看小田的脚破了，你别，你换一双鞋呗。破了，你怎么回事啊？那你别这样了，你这不扯呢吗？哎，你给我换换。哎，不要给我换。他三不是你跟我三八，没有我没事，走走走，你换换，走走走走走，你快点，不用不用，快点，哎，不用不用不用，你没有袜子，七哥好歹有袜子，就是你快过来，不磨，你快点试试嘛，他不带穿的，倔强，哇，那码头可远了，是吗？我们是不是可以坐车去？我们走不过去了，老远了，那头呢？我们给安全打个电话吧。喂，全哥，哎，你们在哪儿呢？那个，我们在那个那哪儿呢？便利店呢？我们发现那个墨宝可能是在那个破特什么玩意儿码头那儿，你把车开过来，咱们过去呗。行，我车之前借给卸货了，他去搬东西去了。啊？你们现在要回来吧？行，还有别的车吗？太晚了，我去给你们拿个灯，一会儿见啊，在便利店码头是吧？对对对，在便利店门口，着急来接，快点吧，孩子搁那儿呢。马上过来找你们，马上过来找你们。好好，好快快快，加油！好，还给我们拿个灯，谢谢安全，安全的，安全，全哥，安全。哎，哎，在哪儿呢？过来过来，我们在这个三班岛站这里集合。来了来了。车嘞？你们找着墨宝了吗？不，之前找他们在，他肯定在那个码头上。码头？你头没事了？我头没事了。来，拿着灯，大晚上的黑。谢谢，谢谢你，谢谢全哥。你的头没事了？我头没事了，我包扎好了。哎，今天恭喜你，还是要恭喜一下。恭喜我啥？升官了呀！我升职了。你不知道啊？我找了一天墨宝。你现在后勤部总监了。我是总监了。啊，安总，上车吧。出什么事了？快，车咋了？我们要去找墨宝，墨宝失踪了。啊，赶紧帮忙搭把手搬下来，快！好，看，放这边。来吧。那你们要去哪儿啊？波特波什么什么特码头。快走。安全，大晚上开车注意点啊。好，那你自己慢慢搬吧。拜拜。
安全，毕总呢？毕总不知道啊，找国宝去了吧？还找呢。他还找呢，不让他二十分钟内自首吗？不自首不就把墨宝扔河里吗？他咋不着急呢？他着急，他老着急了，他这骂了我一天了都。就知道钱，要多少钱我都给，多少钱都给。这是钱能解决的问题吗？这急死了他这个。你真没看清谁把他带走的？我没看着。哎呦，什么信息？什么信息？又来新视频。墨宝绑上了游泳圈，啊，是吧？现在什么情况？有个视频，然后把那个墨宝放水里了。毕总，你再珍贵的东西已经被我亲手毁掉了。他今天早上还在叫你爸爸呢，但现在他死了。他就躺在这河水里，慢慢的腐烂、发臭。是，高希林美女是你选择了抱歉自己，让他去死的。我现在就让你尝尝生离死别的痛苦。安全，你快点。好。很震惊，就觉得很不可思议。做得真不错啊，再接再厉。因为平时尚部长在我眼中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领导，就像一个大姐姐一样。尚部长戴明，所以尚部长真的是戴明。他在打电话。毕总，我现在真想看看你的表情呀。所以他在跟毕总打电话，是不是？是吗？你以为你是世界的主宰，但其实你只是泡在罪恶里的行尸走肉。你靠权力才能苟延残喘，只要能让你痛苦，让我做什么都行。不会的，不会的，他不会杀心墨宝的。什么？你什么意思啊？做什么？左手，左手，左手。鞠干净临死前在左手画了一个那个吗？圆圈。那他留了一个印记是吗？鞠干净他在自杀前用勺子碎片在自己的左手手臂上划了一个圆形的伤口。左手手臂有一个圆儿。左手留了一个印记是吗？圆圈。左手有胎记。之前在李梦红阿姨的房间抽屉里发现的那张照片里面，戴明的小孩左手好像就有一块胎记。他要来报仇，他以为他的女儿死了，他现在在跟毕总在求对信息，所以尚部长为了确认了是这个孩子之后，他跑出去的吗？他就知道他的女儿没有死。他现在走了，他去哪儿了呀？
知道在播什么。我天，今天怎么这么多事儿啊？我一方面觉得尚部长在射程之内，但另外一方面我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我竟然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而且一个小时前他也在公司吗？啊，那是那等于说不是他一个人，有同伙。我觉得有可能。所以戴明和康乐会不会认识？我觉得有可能会认识。如果这是两个人所为的话，因为一个人很难操作。安全，我们稍微快一点点。哦，这怎么有个人？小孩儿啊？哪儿呢？哪儿呢？哎，墨宝，墨宝，墨宝！看到他那一瞬间，很开心。哪儿呢？因为他还活着。墨宝，快上来！就松了一大口气，就是那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我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最起码这个孩子平平安安的出现在我们面前。你没事吧？找了一天了都。你刚刚有漂在河里吗？没有啊。谁带你来这儿的？我跟尚阿姨今天玩了一天呢。那尚阿姨呢？尚阿姨她就在那边，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尚阿姨她特别伤心，她刚才还拼命地抱着我说要让我好好长大，你们赶快去安慰安慰她吧。有看到什么游泳圈之类的吗？没有、啊、没有，假的、啊、应该就假的。嗯，好，没事。哎，你好厉害呀，你藏得好好，我们今天都没找着你、啊、我厉害吧？厉害。那刚才我赢了。你赢了。快回去吧，天黑了，回去吃饭去吧。那我带他找毕总，你们要是有什么发现，有什么情况，赶紧跟我说。拜托你了，拜拜。哎，对了，姐姐们，哎，记得跟尚阿姨说，让她别伤心，我以后还会和她一起玩。好，拜拜。你们注意安全，有事喊我。拜拜。松了一大口气。尚部长。在这里面。尚部长，尚部长，小心脚下，你们。姐，尚部长，姐，在吗？姐，姐，尚部长，有个地方有光。姐。没事，姐，这，姐，我们进来了。尚部长，姐，是我们在吗？姐，然后灯都有灯。有一张海报，大家别害怕，带名的。啊，在墙上有字。以眼还眼，别害怕，这是他箱子啊，这就是尚部长你家的玩具。哇，他这里有这么多东西，是什么东西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婴儿玩具啊？反锁。这个白布是什么？我不敢。这个白布没事，我看一眼。嗯。我看一眼。郁金香。郁金香。就更加有可能豆子就是戴明。所以他借豆子的身份过来看自己的妈妈。没错。这身上有什么？不知道呀。哎呦，看后边，后边有一个。哦。美娟，连三联办公室，陈拉拉啊，钱多多，段子王，
卢世深，赵八哥。去干净圈圈，简三连叉叉，然后钱多多也是叉叉，段子王是圈圈，陈拉拉没话，赵八哥无数个叉叉，吴世深没话。可是圈圈怎么了呢？画了圈圈的人其实就是他要干掉的人呀。去干净段子王吴世深，画圈的是杀人的人，画叉的是被杀的人，圈杀叉。对，圈杀叉嘛。但吴世深为什么没有画圈圈？因为吴世深没杀成，他反而死了。本来是吴世深要杀赵八哥的，但是被反杀了。所以他没有任何记号，就这一次计划没有成功的意思吗？应该是了。嗯，我想找找他有没有跟他女儿的合影之类的东西。这上面好多好多东西，尚不良的手机在这儿。我们看一下你手机哈。手机有什么线索吗？有一个电话，他十四分钟前地总的电话，别的没了。再看一下别的呢，巨干净。这是美娟，换脸就是她。所以那个未知的视频是戴明做的，戴明未知账号。是这个人在控制干净。段子王，那个未知账号怎么也应是戴明？您的账号被未知账号入侵，所以戴明强行安排他俩在一起。这有一个吴世深的那个停车告知单，5月2号，5月2号赵八哥的，杀赵八哥的那个。哦，所以这是他做的，戴明，他去伪装了这个杀人手法，去给他派的这个任务。这一系列都是戴明借着未知账号做他想做的事情。然后有鱼菇也是他知道的。有鱼菇好，有鱼菇妙，有鱼菇鲜的女娃娃叫。所以这个地方会跟那个无名氏有关系吗？你看这写着一个推给全都是泡沫。对，有鱼菇。未知账号说想要让他付出代价吗？有鱼菇粉了解一下。希瑞嘛，全都是泡沫。你们都应该下地狱。这个推给好想爱这个世界呀。郝玉莹不要 A 爆了，了解一下。郝玉莹，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然后他，你看他开始找了，谁朴素偏高？他找到的有肖华彻、刘莹莹、黄火强、池货，还有墨鱼侠。他找这个干嘛？不知道，我不知道他要找什么。还有一张合影，他有全部的合影，所以他也要帮陈拉拉杀掉这三个曾经杀害他的人。所以他跟陈拉拉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不就是刚刚的那个白色面具？所以现在我们能确定那个戴面具的人是尚部长。
但是他上部长现在人去哪儿了呢？看一下别的呢。枕头底下还有电脑，有个本儿，有个本儿，这个本儿上哦有相册，相册，上部长，这个是孟红阿姨，这是梁婷阿姨，她就是豆子，豆子，这个是原来的她，嗯，和女儿，这是戴明的样子，戴明，这也是戴明和女儿。开机，你看这有一个这样，这样啊，左手有一个圆圈，手圆圈的胎记。所以他一听这个，刚刚听跟毕总打电话的时候，肯定给他确认的就是左手上的胎记。左手，左手，左。这娃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可能小孩之前玩过的，喜欢的。对，我们看看电脑里面吧。有一段视频，留给看到的人。推理社的朋友们，我是尚恋杰，你们也可以叫我戴明。很抱歉，从一开始我就是在利用你们。作为一个已经死过一次的人，我真的别无选择。10年前，因为调查茫茫公司和果果公司之间的纠葛，我被毕总陷害。当我忍着剧痛从火海里爬出来的时候，才得知我唯一的女儿已经被杀害了。你们没有办法想象一个母亲听到这样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多痛。从那天开始，我不再相信什么公平跟正义，善恶有报都只是麻痹普通人的屁话。不然像毕总这样恶贯满盈的人，他凭什么还能衣冠楚楚地坐在山顶？凭什么？我只差一点儿，我就可以把他千刀万剐。但是我还是少算了一步，让赵蛙哥跑。有他在，我就不可能彻底击毁毕总，拿到足够的证据。10年了，我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梦到她，我唯一的女儿念念。但她从不跟我说话。我说：“宝宝呀，你看呀，是妈妈呀，你跟妈妈说句话好吗？”她就小小的一个蜷缩在那个角落里，然后浑身都湿透了，还滴着水，一边颤抖一边看着我哭。我说：“宝宝，你是不是很冷啊？啊，还是你乖妈妈，乖妈妈没有保护好你。对不起，对不起，妈妈真的好想你。”你知道吗？我每次在街上，我看到有人叫妈妈，我都以为是你，是你回来了吗？你在哪儿啊，我的宝贝？妈妈真的好想你。这个仇，我一定要报！所有害过我们的人都得死！你等等妈妈，你让妈妈把坏人都抓走了，妈妈就来找你好吗？无论我怎么说，他都不理我。我冲过去，我想要抱住他。
他就消失了。我就这样生不如死的又活了十年，直到今天我带走了墨宝。大爷，我们一会儿玩什么游戏啊？玩游泳吧。他真的好乖啊，他无条件的相信我，他紧紧的拉着我。太好了，大爷快点一起。好。我们就这样拉着手走在河边，哇！他毫无防备地玩着，我当时我看着他，我就在想，我的孩子如果还活着，会不会像他一样开心地笑呢？可是他永远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毕总杀了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能杀了他的孩子？只要我轻轻一推，我的整个计划就完成了。可是这个时候，墨宝他突然回头，他看着我笑，你知道吗？我在那个笑容里，我好像我看到了我的念念，他就站在河边，他这样看着我。是不是那个曾经让他骄傲的妈妈，还是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又残忍又冷血又无情的一个陌生人？他认识我？哎呀，想到这些，我做不到啊，我也恨我自己，我做不到啊。你刚才不是还是不忍心伤害一个小孩？直到接到了那个电话，我才意识到这个计划可能从十年前就注定是失败的。但是我也是幸运的，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看到念念的笑脸，我还能再拉着他的小手，我还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可以陪他在一起做游戏。我们就这样走在河边，吹着风。啊，你知道吗？这个画面无数次的出现在我的梦里。我知道我的孩子他没有死，他平平安安的长大了。
是女童，对呀，我女儿。我请求你们不要告诉任何人，也许等到墨宝长大以后再告诉他吧，他有权知道一切真相。哎，好了，就说到这儿吧。如果有来生的话，真希望和你们只做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同事，就是能一起逛逛街，看看电影，聊聊八卦的那种。不是，但是她一个女童现在变成了墨宝。但之前有说过墨宝是男孩吗？没有说墨宝是男孩啊，没有说。墨宝他就是男孩啊。因为如果有人想把他藏起来，就要把他面目全非的带到大家面前，就是他是女孩，我就要让他变成男孩。这样就叫藏，这样就不会让人发现他是。是毕总把他孩子拿走养自己身边了。可是有一个问题是，从我们刚才视频里得知，毕总给他打电话，他才知道墨宝是他孩子的。对。等一下，这是视频是今天晚上留的。对。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刚走的前脚，刚录的。你们注意听后面一分钟。直到接到了那个电话，直到接到那个电话，接到电话之后录的这个视频是吧？嗯。我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再看到年年的笑脸，我还能再拉着他的小手，我还有一整天的时间，我可以陪他在一起做游戏。毕总告诉他，这孩子是他的，他就信啊？不是，不是，他肯定得确认一下呀。那个毕总跟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特别的着急的走的，左手，左手，走。毕总肯定跟他说，墨宝就是那当年那个孩子，你去看他的左手，他一定是去确认这件事。对，所以他真的看到了那个左手，他就把墨宝放了，然后他回来录了这个视频。是，那毕总能知道的这么详细啊？什么？知道尚部长就是戴明啊。刚才尚部长和毕总打电话的视频是连着的，不是切断的，而且是他正在录视频的当下，毕总给他打电话，接起来之后，他才把面具摘下来，然后他才开始跟他说。那毕总怎么知道尚恋杰就是戴明，而且还得知道是戴明绑了墨宝，然后他才能打电话？那他这么短时间，他从哪得知？那有没有可能不是谁告诉了毕总呢？这事儿是尚部长干的。赵八哥，赵八哥怎么会？现在所有跟戴明有关系的人，活着的无非就是赵八哥，没有人了，连抑郁都不在了。所以如果毕总要知道，只能是赵八哥说的。而且戴明还说，他知道如果他干不掉赵八哥，他就根本没有办法办掉毕总。我还是少算一步，让赵八哥跑，有他在，我就不可能彻底击毁毕总，拿到足够的证据。所以赵八哥跟毕总有什么关联？我现在还是不想不通，他从火海里爬出来之后，才就得知孩子死了。当我忍着剧痛从火海里爬出来的时候，才得知我唯一的女儿已经被杀害了。还少了两天，还失忆了两天，受伤了吗？昏迷了吗？去医院了吗？那就出现另一个问题了。如果他是昏迷着出来的，谁把豆子尸体放进去的？
首先咱确认一下，他知不知道今天有人要烧死他？不知道。他如果不知道，那就是着完火之后他才意识到有人要烧死他。嗯，他是安全的跑出来才能想到再把豆子尸体放进去吧。那可能是他知道，如果他知道他就提前把豆子尸体放进去，他跑出来了。嗯，他为什么昏着出来的？他如果提前知道，他会让自己昏迷出来吗？嗯，那就是有第三个人。如果他不知道他被我有人把他救出来，把豆子尸体放进去，然后把他整成豆子的样子，就会有一个好人把他救了。这个人是谁？拉拉。嗯，所以他知道陈拉拉的事情。不管是不是拉拉救的，我们也还是要找到戴明跟拉拉的连接。戴明跟拉拉是怎么联系上的？他怎么拿到这张合照的？并且戴明的死跟巨干净、段子王和吴世生有关，所以他要报仇的是左边这一列的三个人。嗯，然后他想要精准杀的是杀害拉拉的这三个人，他是一一对应好的，只不过这个计划出现了偏差而已嘛。所以他肯定知道拉拉不在了吧，并且是这三个人杀的。嗯，那我现在又有一个疑问，就是这个面具是上链接部长，那是之前给我们递资料那个面具人是谁？你说康乐那个箱子吗？对啊。你是谁啊？你别跑，等等我们，等等我们。他们是同一个人？不是一个人。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人的话，那就说明尚部长跟康乐是认识的，有联系的。嗯，所以康乐也在做引领的动作，然后戴明也在做引领的动作，是不是他们一起操作的这件事情？那康乐跟之前那场大火有关系吗？康乐把他救了呢？然后戴明跟毕总之间的关系我们现在还没有头绪。戴明跟毕总，戴明一口认定的是毕总指使的他底下的人放的。对，毕总，你以为一场火就能毁灭一切证据，让你高枕无忧吗？鞠干净拿了20万带走了念念，交给了毕总。在戴明的认知里面，他觉得这一切的操控人的背后那个人就是毕总。他觉得毕总是当年的幕后黑手。那他首先他是怎么知道这件事情？他怎么确认的？但他为什么要绑架墨宝？他以为之前毕总把他的孩子害死了。毕总杀了我的孩子，我为什么不能杀了他的孩子？是让他感同身受吗？体会他的痛苦吗？但他其实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做到真的把他孩子绑在河那边，他只是想要去威胁他。他作为一个母亲来说，他看一个小孩他下不去这个手，所以他一天都在纠结。然后就在晚上接到了毕总的电话。左手，左手，知道那是他的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自己的曾经失去的孩子活着在你的面前，然后在毕总那边，而且给你好好的养大到现在这个样子的，那么毕总又为什么要把墨宝养大？对，为什么要把墨宝养大？他跟戴明有什么？所以这当中，有好多好多的疑问。但是他现在找到他的孩子了，母亲见到失去那么久的孩子，不应该。首先第一他已经变脸了，第二小孩走的时候3岁，不记得。他得要告诉一个孩子，你现在的爸爸不是你爸爸，是你的爸爸，我是你妈，这是什么天大的信息？对啊，而且他在杀了这么多人，做了那么多坏事，他在复仇。但是可是这个复仇他也不可能不负法律责任的，此时此刻的相认也许会面临后面的分离，那又是一个孩子无法接受的痛，所以他怎么可能跟他来相认呢？但是如果我是戴明，我即便不跟他相认，我也不会把墨宝再还给毕总啊。你觉得这是个安全的途径吗？我不知道，不是一个安全的途径。他可能如果现在把墨宝要回去，他没有办法给墨宝现在这么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他觉得他认定这所有之前的一切都是毕总背后操纵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在他手上把养那么大，那毕总想干嘛？
但是当下他做的觉得就是放走墨宝，回到毕总那边。尚阿姨再见。再见。那他得多害怕，作为一个妈妈来说。他当时的心态一定是超级超级复杂的，只能说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对，没有别的办法，很残忍，很复杂。他应该是觉得，如果让墨宝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之后，墨宝可能会受不了，所以选择自己离开，让孩子过得更好。母亲的力量是非常伟大的，但是我现在不知道他干啥去了。我现在在想，他会不会自寻短路去了？如果有来生的话，真希望和你们只做简简单单的、普普通通的同事。再见了。他都坚强地活到此时此刻了。马上就要扳倒最后的人了，我觉得他不会。那他要在这个时候死，真的我看不起他。你都坚持到这里了，他也知道我们是推理社的成员，他不把最终的真相找出来吗？不知道。但我觉得现在当下比较紧急的事情就是去哪儿找到尚部长。这什么声音啊？枪！枪啊！不会吧？啊！不行了，我不敢出去。我的天！你是谁？啊，谁？你们是谁？别过来！你是谁？毕总。毕总，是我们。快快快！尚部长中枪了！快快！谁？谁？尚部长，尚部长！尚部长！刚刚有人开枪！刚刚有人开枪！我已经报警了。警察马上就到，你看到是谁了吗？站不着，站不着，警察马上到。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是过来找墨宝来了。尚部长，人不是我杀的，不要怀疑我好不好？不要怀疑我。前面什么情况？陈队，毕总，闪电神雷，是我帮的警，我帮的警。你们几个怎么也在这儿？来，你们赶紧让开，让开，让开，散开，散开。你尸体远点，来，让开，让开。怎么回事啊，毕总？闪电，我刚到的时候，背后传来一声枪响。然后上面就躺在这儿了。等会儿，枪响，小李，说大声。动我干什么？我报警。我就说嘛。陈队，监控。陈队，有查一下这个监控。有监控可以证明我的清白。这个监控好像不运行了啊！我们回去查一下归属地吧。行。墨宝回去找你了吗，毕总？墨宝回去了。墨宝回去了？对啊，你刚刚在哪儿啊？墨宝现在在哪儿？他被安全带走了，说回去找你。找我？毕总！毕总！喂！毕总，我找着墨宝了，毕总，墨宝，我找着墨宝了，你终于找到我了，墨宝。
你把爸爸，快让爸爸看看，你有没有受伤？爸爸，我没事，你放心吧。你不要再乱跑了，好不好？爸爸担心死了。我知道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乱跑了，爸爸。爸爸，那躺着的人是谁？谁闹着玩呢？我们在做，我们在做。上阿姨怎么了？他怎么睡着了？他有没有伤害你？没有啊，上阿姨只是一直在跟我玩捉迷藏的游戏，然后还说要和你一起玩呢。莫宝，乖啊。莫宝，记得阿姨的话啊，看到人就把气球放了。嗯，知道了。抱一下吧。十年了，我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梦到他。好啊。三子，没事儿，我很开心。嗯，爸爸，你得好好长大。嗯，知道了。乖啊！我上阿姨她特别伤心，她刚才还拼命的抱着我说要让我好好长大，你们赶快去安慰安慰她吧。乖啊！来，三姨。走吧。上阿姨再见，乖阿姨再见，再见。莫宝。啊！再见。乖啊，来，将军是不是好？听爸爸话，来，跟安城哥哥先去那边玩啊。毕总，我找不到了。爸爸，好，把他带远一点。毕总，说说吧，什么情况？我之所以在这儿，是因为绑匪给我打电话，让我一个人过来才能放了莫宝。莫宝跟你什么关系啊？安全，把孩子带远一点。不是，你说吧。莫宝确实不是我亲生的孩子，他是我在福利院领养的。我们公司很多年前经常有捐助物资给福利院，我那时候就看到莫宝经常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门口，总是说有人会接他回家。我看这孩子这么聪明可爱，太可怜了，我就把他领回来了。这几年来，我一直把他当成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就是这样。莫宝是男孩女孩？这个重要吗？你们要相信我，人真的不是我杀的。毕总是这样，命案发生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在现场，我们没法相信你的一面之词。哎，莫宝，所以需要你配合我们回局里接受问话。你们抓我爸爸！你们不是警察吗？你们不知道坏人为什么要抓我爸爸？不是小朋友，你听我说，莫宝，我们是在工作，不是抓你爸爸。你们不许抓我爸爸，我爸爸都是好人。莫宝，乖，听姐姐话啊。先跟安全哥哥去玩啊，爸爸还有事要处理啊，听话啊，听话。我问心无愧，我可以接受你们调查。行，毕总，那你跟我走吧。我笑了，我想跟你们说句话。我知道你们所有人都怀疑我。可莫宝就是我亲生的孩子一样。我现在配合陈队回去调查，最后拜托你们帮我把莫宝送。是的，小李维护好现场，其他同事待会儿会过来。我们走，跟姐姐回公司好吧。爸爸
被抓走了，爸爸只是去配合警察问一些问题。爸，别说了，明天就回来陪你，明天就回来了，你别急。爸爸不是被抓走了啊。我爸爸他是好。走吧，墨宝。走吧，爸爸明天就回来了啊。今天跟尚阿姨玩什么呀？我们一直在玩捉迷藏。啊，这个就是那个路牌。影子。哦，视频的影子 是这个。哎，你们看这个的上面，这里个阴影是什么？有一个大牌子，感觉。所以他刚才是站在这边这个位置。走吧，爸爸，我送你回去。嗯，回去吧。跟姐姐说拜拜。拜拜，姐姐。姐姐明天找你玩啊。拜拜，姐姐们。拜拜，墨宝。拜拜。安全，你照看好他，不要让他乱跑。没问题，拜拜，没问题。我刚刚看了墨宝的手，他是有胎记在左手手臂上。你的手臂上有什么胎记吗？胎记在那里。一同姐问墨宝是男孩和女孩，毕总也说不重要，说明他是在掩盖，想隐藏这个问题。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对了。如果毕总真的是在福利院收养的小孩，他没有必要把他伪装成一个男孩。没错，因为他不知道对那是谁，所以那他就不是收养的。那他为什么要把这孩子留在自己身边，我就不知道了。我看到了，那个假人，假人，就刚刚就是我们视频里面的那个。哦，他今天早上还在叫你爸爸呢，但现在他死了。从我看到那个视频，看到墨宝戴着眼罩，然后再到那个面具人在说话之前给墨宝戴上耳机，我就知道他的目标应该不是墨宝，他没有想要伤害过墨宝。戴明并没有因为自己身上的深仇大恨而迁怒到一个无辜的生命上，那是一个假尸体，但他却是一个真的希望。你和妈妈把坏人都抓走了，妈妈就来找你好吗？我宁愿她就是一辈子不知道是自己的母亲倒在血泊当中。十年前她因为自己的善良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十年后她因为自己的善良保住了自己的孩子。但我希望念念墨宝以一个不知道的心态好好的快乐的活下去。觉得人做错事情一定要去承担你的一些行为，接受你该有的惩罚。他做了这么多的设计和排布，他自己不可能不负法律责任的。不管他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犯法就是犯法。原生力度度越强健，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圆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真材实料好面包的豪氏面包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喜之郎举肉果冻赞助播出。爽滑好 Q 弹，零脂无负担。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您观看女子推理社。推理和他即刻出发，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董法下班后，我是马轩。
首先欢迎法制日报专家库的两位成员齐晓玲律师、毕强律师，同时也欢迎我们推理解密领域爱好者就读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娜，欢迎三位。今天呢是111新媒体公司宣布新总监的大日子，遭遇到了绑架事件，被带走的竟然是毕总的孩子墨宝。历经了重重险阻呢，推理团终于是揭开了真相。原来活跃在他们身边的部长尚恋杰是很多离奇案件的始作俑者，在红砖房内一个个真相赤裸裸地呈现在了推理团的面前。虽然毕总有错在先，但是为了复仇的尚恋杰也是走上了犯罪的不归路。在这里想问一下齐律，基于本案，对于尚部长的这种行为是否触犯了刑法？我们可以看到尚恋杰实施了多起教唆他人杀人或者伤害的行为，比方说他冒充吴世深的上级让吴世深去杀害赵八哥，这个行为可以构成故意杀人的教唆犯。对于教唆犯，应当按照他在共同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处罚，起主要作用的按照主犯处罚，起次要作用的按照从犯处罚。另外在这起案件中，吴世深杀害赵八哥并没有成功，反而被赵八哥反杀，那这个教唆他人故意杀人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的未遂，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那这个十年前的新闻呢，是一女童在河边独自嬉戏，疑似失足跌入河中，实则是巨干净基于所迫诱拐了这个女童，也就是我们所提到的墨宝。那再次请问齐律，巨干净的这种行为是否触犯了刑法？那么巨干净呢，他其实是把这个墨宝绑架之后他卖给毕总了，那么这个行为显然是构成了刑法上的拐卖儿童罪。拐卖妇女儿童罪呢，它要求的是以出卖为目的，采取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这样的一些行为的。我们要注意，比方说收买的这个行为呢，它主观上也必须是以出卖为目的，如果目的是为了自己收养或者说让孩子去乞讨，那这个行为应该构成的是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再比方说这个贩卖的行为，只要你实施了，它都会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那么我们刑法上是对这个妇女就包括14岁以上的女性，儿童呢指的是不满14岁的男儿童和女儿童，但如果说你要是拐卖的是14岁以上的男性的话，不会构成拐卖类的犯罪，可能会构成其他的一些犯罪行为，比方说剥夺人身自由的话，那么会构成这种非法拘禁罪。那刑法上对拐卖妇女儿童罪其实规定的刑期也是很重的，一般的情况比方说要处5到10年的刑期，严重的话10年以上有期或者无期，情节特别严重的话要处死刑，所以这个犯罪我们刑法上其实打击的力度还是很大的。被拐卖走的儿童和妇女，其实他摧毁的不仅仅是本人，更是整个家庭，那寻亲之路更为是步履蹒跚。对于这种情况，张娜有什么想说的？每当我们聊到拐卖拐骗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显得尤为的沉重，因为从个人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些被拐卖走的妇女和儿童，他们的境遇是很痛苦的。首先一方面，他们的强制性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同时他们失去了原本美好的自己的人生。对于那些被拐卖走的个人来说，他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体性丧失了，他们像是一个商品一样被进行了商品化的代替，他们成了货品市场上被任人交易宰割的对象，对家庭而言也是很痛苦的一个打击。那对于社会来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社会的基本单位实际上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那如果一个家庭遭受到了破坏的话，那整体社会上就会出现一种不信任感和焦虑感，那其实对于我们社会的整体的团结，整体的社会的集体的行动也是有一些很严重的影响的。那其实随着人们的防骗意识的增强呢，这个拐卖的方式也在换新，新型的手段可能都让我们难以辨别。张娜怎么看待这种现象？有一本书叫做《中国拐卖拐骗人口问题研究》，它其实是对我国人口拐卖拐骗的相关的现状进行了一个揭示。虽然这本书是有点年头了，但实际上它里面的内容也值得我们现在反思。比如说它里面提到了以妇女和儿童为主的一个拐卖拐骗有很多的共性特征，比如说流入地和流出地有一些共性的特征，包括拐卖拐骗的方式手段也有一些共性的特征，他们拐卖拐骗之后遭遇到的一些境遇实际上也是大体是相似的。
最近几年我看好像以工作的名义进行拐卖拐骗的人口是比较多的，他们会说有一个高薪的工作，但是我们这个要求很低，尤其如果他的工作地点是在跨境附近，然后包括一些偏远的地点的话，我们可能也要一些注意，也要从小去培养孩子们的一些防骗意识，就是告诉孩子们相信世界是美好的，但是可能在与陌生人交流的过程当中也要多一些警惕。我们要学会的就是不要随便去善良，也不要随便去相信别人。那么其实呢，现在这种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啊，已经开始不同的这个更新迭代，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新式的一些手段。我们作为一个老百姓呢，更多的就是加强自身的安全意识。除了我们公民个人要加强这种安全意识之外，其实从国家角度，从社会角度，其实也是有更大的这种责任去打击防范这样的一种拐卖妇女儿童的行为的。你比方说我们的公安啊，公安机关可以跟当地政府啊，可以跟妇联呐、共青团呀一起去构建，比方说形成一种宣传的态势，对，我们可以以案来说法，是吧？让普通的群众都能够意识到这样的犯罪可能还在我们的身边在发生着，我们还是要有所这个警惕。另外呢，我们也要知道有些的这个被拐的妇女儿童，她可能会被卖到非常偏远的一些地区，那么可能我们就需要去发动一些基层的干部和群众，让大家都能够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侵犯人身权的犯罪行为。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行为，我们要鼓励群众去揭发检举。那比方说公安机关它可以设立这种打拐的热线，那么群众可以向这种打拐热线去举报。如果说群众提供的线索确实是客观的真实的，那么你应该给这个群众一个奖励，以此来调动全社会。它不是某一个家庭和某一个地方孤立开来的行为，它需要全社会共同的行动起来。拐卖人口，无论是儿童还是妇女，都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恶性案件，国家是严厉打击的。那毕强律师，您可以分享一下吗？近年来对于这个专项行动，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为了有效预防和依法打击拐卖人口犯罪，积极救助被拐卖受害人，促使被拐卖受害人回归社会、回归家庭，然后呢，促使他的身心康复，国务院办公厅在2021年4月9日就已经制定了为期10年的中国反对人口拐卖专项行动计划。其实咱们国家历来重视妇女儿童权益的保护，在相关方面也在加大执法力度。近年来，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持续下降，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绩。比如说，在2021年，全国拐卖妇女儿童案件相较于2013年降幅高达88.3%。公安部在2022年3月1日至12月31日就已经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打击拐卖儿童专项行动。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对拐卖妇女儿童案件整体是趋严的一个形式。比如说，针对这个收买被拐卖儿童妇女案件，从刑法，比如说刑法新中案9。它是规定了收买或买卖儿童如果没有虐待这个儿童，也不阻碍解救其返回原籍，可以从轻处罚。按照被拐卖妇女个人意愿返回驻地，那么就是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刑法修正案9之前对此上述的规定是可以不进行刑事处罚，这么一个对比。还有在国家的强力打击下，已经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现在这类犯罪已经很少了。针对拐卖还没有找回的儿童，我国社会上已经自发发起了很多公益网站团队，比如宝贝回家、寻亲寻子网。那这类民间力量作为公安等国家力量的补充，无疑为拐卖妇女儿童找回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实对于这种拐卖妇女儿童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要提高警惕，因为妇女儿童绝对不是交易的对象。而拐卖犯罪不仅是给当事人和被拐的家庭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也严重的冲击着社会的良知道德的底线，产生恶劣的影响。那面对当前拐卖犯罪的这种新形势新特点，打击治理工作可以说是任重而道远。那今天的东华下班后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三位的分享，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再见。
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女子推理社话题讨论，分享你的推理思路，关注艾特女子推理社官微，了解更多精彩互动。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官方网络合作伙伴百度 APP、 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独家知识短视频合作平台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 Zucker 特别合作智行、前程无忧、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 YY 直播、探探、易代驾，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京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